跟你讲，这现在最流行的一种舞蹈，因为我妈都在学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很性感啊。之前的那个吗？不知道你这样讲，不过没有错。真的是之前那个。这是舞曲，我们还是看到哦。我们是什么？竟然如此的神秘。这是舞曲要用到腰部力量，扭一下也可以看吗？还有一个是吧？算了算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专业的表演吧。好，我们欢迎下一个节目《埃及舞》。到底有几个人啊？观众不耐烦了。